真好，歌声里七彩世界多么美妙，小声里给你给我爱的拥抱，手拉手快乐的奔跑，嘿嘿嚯欢乐乐成长真好，哦哟吧学习天地多么美妙，快来吧来好奇来思考，大大世界一起创造。悠悠龙，这是爷爷奶奶送的生日礼物，快看看是什么。哇，好漂亮的绘画本。悠悠龙，爷爷奶奶祝你生日快乐，这个绘画本送给你，希望你能记录下生活中美好的一切。这是外公外婆送你的生日礼物。悠悠龙，外公外婆祝你生日快乐，你上次看到我们养的蚕，现在他们已经有小宝宝了，我们把小宝宝寄给你，他们还没醒来，你要把他们唤醒哦，相信蚕宝宝会带给你很多快乐的，你也要分享给外公外婆呀。哇，我有蚕宝宝了，我有蚕宝宝了。妈妈，不是蚕宝宝吗？怎么是黑芝麻呀？悠悠龙，他们还不是蚕宝宝，他们是蚕卵，要先孵化才能成为蚕宝宝。啊，要孵化！悠悠龙，你在那干什么呢？妈妈，我在孵化蚕宝宝呢。母鸡孵小鸡就是这样啊。蚕宝宝又不是小鸡，你要孵化蚕宝宝，是不是先要给蚕宝宝找一个地方呢？是不是要给蚕宝宝准备吃的呢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现在就去准备。这个盒子太高了。这个盒子正合适。妈妈，我给蚕宝宝找到家了。嗯，这个真不错。里面好黑呀，蚕宝宝在里面会不会闷呢？嗯，你想个办法呀。妈妈，这样就好啦。悠悠龙真聪明。不过你有空还可以给蚕宝宝撒点水，还要买点桑叶，接下来呢，就等蚕宝宝孵出来了。悠悠龙，你在干什么？妈妈，我给蚕宝宝暖和一下，让蚕宝宝快点出来。你这样会热着蚕宝宝的，你现在需要的是等待。啊，等多久啊？十天左右。啊，好久。要有耐心了。好吧。十个蚕宝宝啦！哎，对了，该给蚕宝宝吃东西啦。
要给蚕宝宝画画，我要画下蚕宝宝每天的变化。好呀，真是个好主意。蚕宝宝成长记录，今天我给蚕宝宝吃了桑叶，蚕宝宝吃得很香甜。悠悠龙，你这是干什么去了？哦，你是不是养蚕宝宝了？我们去看看你的蚕宝宝好不好？好啊，跟我来。悠悠龙，我也来养两只好吗？悠悠龙，我也想养，我也想养。每人两只，太好了，悠悠龙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蚕宝宝的，你放心吧。蚕宝宝一定是生病了，应该是拉肚子了。该怎么办呢？我有办法了。蚕宝宝吃了干爽的叶子就恢复健康了。灭蚊剂好难闻啊。这个怎么办呢？好难闻的气味啊。快来看看我的蚕宝宝吧。蚕宝宝看起来很不舒服，我想一定是被灭蚊剂熏着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赶紧到外面去，让蚕宝宝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。是啊，我怎么忘了？蚕宝宝看起来好多了。多谢你了，聪聪兔。不客气。看来照顾蚕宝宝真要细心呢。你养的蚕宝宝怎么样了？好着呢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蚕宝宝怎么一动不动了？蚕宝宝是不是又生病了？蚕宝宝你到底怎么了？蚕宝宝没有体温了，我的蚕宝宝死了。悠悠龙，蚕宝宝没有死，它这是在休眠，是要脱皮了。脱皮？是的。蚕宝宝长到一定大的时候，就会不吃不动，开始脱皮，就像脱下一件小小的旧衣服，换上一件大大的新衣服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还以为蚕宝宝死了呢。你把蚕宝宝照顾得这么好，蚕宝宝怎么会死呢？不过呀，蚕宝宝一生要脱四次皮呢。我一定会把它们照顾好。蚕宝宝长大了。悠悠龙，蚕宝宝长大了，我们让蚕宝宝们在一起吐丝节俭吧。好啊，让蚕宝宝一起节俭吧。谢谢你们照顾得这么好。看，我的蚕宝宝又开始吐丝了。我的蚕宝宝也要吐丝了。我的蚕宝宝吐的丝是最漂亮的。快看，蚕宝宝做的茧白白胖胖，真可爱。是不能帮的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它的翅膀会一点点变硬，如果太早出来，翅膀是软的，就飞不起来了。你懂得真多，加油啊，蚕宝宝！蚕宝
宝宝还会记得我们吗？不管记不记得，蚕宝宝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是永远的，而且我还把蚕宝宝的成长过程记录下来了呢。啊，真的吗？悠悠龙，快给我们看看。对呀，悠悠龙，快给我们看看。悠悠龙，你画得真好，我以后也要做记录。我现在都想去买本子了。哇，悄悄发芽，爸爸的手掌。